本次比赛由幻影台球俱乐部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100,000，总奖金近400,000元。2022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,000，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,000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 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 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 Ports 波茨杆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亚乐美台球、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塞克斯桥粉、小麦皮头、振宏胶边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,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江苏常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8组第五场、第七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詹辉、陈双喜。二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卞方明、郭灿杰。三号台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蒋正、黄维。四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崔明君、申浩然。五号台裁判员温馨，运动员郑小春、孔维利。六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崔洪峰、史双阳。七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崔金硕、战梦婵。九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管存军、苏玲。十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陈成汉、谭国豪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巩义航，运动员刘成鲁、马千里。十二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崔岩、田佳琪。TV 三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唐成、张豪杰。TV 二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陈文、刘海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张娜，记录裁判员李明瑞、杜月，运动员张磊、童路。现在比赛开始。童路你好。张磊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从路获得开局选择权。
赛开始，第一局桐鹿开球。第一局桐鹿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
第二局，张磊开球。第二局，桐鹿胜，比分2-0。三局，桐鹿开球。
第三局同路胜，比分3-0。谢谢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，张磊开球。第四局同路胜，比分4-0。谢谢。
第五局，桐鹿开球。犯规。线后自由球，第五局，张磊胜，比分1-4。谢谢。第六局，张磊开球。
四号球贴库。第六局，张磊胜，比分2-4，开球请看。谢谢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第七局，桐路开球。
七局张磊胜，比分3-4。谢谢。第八局，张磊开球。向后自由球，第八局，桐路胜，比分5-3。谢谢。
第九局，桐露开球。第九局，桐露胜，比分6-3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1局。谢谢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正红胶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
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分离。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威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我是裁判王忠尧，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张磊开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
第十局，张磊胜，比分4-6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桐鹿开球。犯规。向后左右球，第十一局，张磊胜，比分5-6。谢谢。第十二局，张磊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十二局，张磊胜，比分6-6。谢谢。斐利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感优越。斐利，释放你的威力。决胜局，桐路开球。信号自由球。12号球贴库，别说话了，可以。
本场比赛结束，张磊胜，比分7-6，恭喜，谢谢。